大会。是百八句。先佛所说，汝及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当修学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时有几种生住灭？佛告大会：诸时有二种生住灭，非思量所知。诸时有二种生，为留住生，即相生。有二种住，为留住住，即相住。有二种灭，为留住灭，即相灭。诸时有三种相，为转相、业相、真相。大会，略说有三种时，广说有八相。何等为三？为真实、现实，即分别事实。大会，譬如明镜，持诸色相，现实处现，亦复如是。大会，现实，即分别事实，此二坏不坏，相辗转因。大会，不思议熏，即不思议变，是现实因。大会，取种种尘，即无始妄想熏，是分别事实因。大会，若复彼真实，种种不实诸虚妄灭，则一切根实灭。大会，是名相灭。大会，相续灭者，相续所因灭，则相续灭，所从灭，即所愿灭，则相续灭。大会，所以者何？是其所依故。依者，为无始妄想熏；缘者，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。